一位少女转身的一刹那，与我相爱。有谁还能说一下这位画家其他作品？好，这位女同学说一下。 诚心诚意的发问，脑子爆发慈悲的构思，为了防止地球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。大声一点！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蔡明，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。 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，就是这样。你好，收。大家照顾一下游戏玩输了的同学。蔡明明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以后上课我点你。开始点名了啊！ 蔡明明，点名结束，现在开始上课。贺老师，哪有这样的人啊？上次我说了，要点礼物，但我们不能全。我们要照顾一下上午10点和他睡懒觉，和昨天晚上去网吧打游戏没回来的同学。别笑了，开始上课。 老师，我们事业已经很成功了，在学校的时候上课，下了课要随便走就行。再说你以前也不爱是听说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干下去？出去了，我的上级就会对你有批评。什么按时干的？到时候以后不许纠缠和赞扬啊！ 我把你弄到小三手心了，除了你，我是可以。毕竟除了我，还有其他人是我的罪人。毕竟，但是我死的时候，这是让我让别人知道的。别说你情谊，我第一个手心。胡说！他帮过我，那么贵的口红都是我给他买的，他天天拿来涂车，你说浪不浪费？最后一次啊！